各位大家好，今天要提案的是为汇流恩法注射更多恩恩。那什么是恩恩呢？就是网络中立性 Net Neutrality。那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汇流恩法正在进行哦？那没有人知道的结果呢，就是公听会已开，然后状况是这样，中间那个蓝色的是可能关心网络中立性的人的比例哦。那一个人不是我，因为我也不知道。好，那。但是汇流三法已经变成本会期立法院优先的法案了，而且今天是意见征询的最后一天，好，所以今天这个专案是一日的专案，一定要完成，不然也来不及了。那我们之前呢，在网络中立性社群在里山开过一次会，我们决定的唯一有建设性的结论呢，就是我们要再开一次会，好，就是开了这个汇流恩法是否支持网络中立性讨论会。然后这个讨论会呢，会中其实还蛮幸运的，虽然在228的补假那一天开，可是NCC 有很多同仁，包括这个是他们的法务处副处长也全程到场参与。好，然后而且 G0B 社群也有很多那个朋友来支援啊，包括做了这个还开了 hashtag 记录啊，预计三小时呢，结果居然开了四个半小时还开不完。那会后我们做出了什么样的成果？我们做出了马尼拉原则的繁体中文版，这是什么呢？它其实是规范网际网络中间人的责任，也就是你的服务提供者的责任。它没有直接管到使用者，可是这些服务提供者就是网络上大大小小的开关，所以绝对会影响到网络使用者，就是我们的权益。那今天呢，想要继续的把这个马尼拉原则的这个 FAQ 给完成，那然后整个完成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移交给 EFF， 让就是那个电子前线基金会，让他们能够在官网上架繁体中文版。那最重要的，今天我们要做出的是汇流法的社群版，目前已经有一个草稿，希望能够在今天跟大家达成共识。那如果要讲到高标的话，好，最好我们能够用网页做成一个。我们完成的共识版跟现在的草案的修正对照，那我希望能够有人能够协助我们，利用这个村长之前做的 Build Lab 来完成。好，所以你关心网络中立性很好，欢迎加入；你懂法律，欢迎加入；然后你懂程式，也欢迎加入，你三者都会更好。好，谢谢各位。